你买的东西来了，来啦！开箱开箱，你不要，准备跟我一起。我现在里面没有穿哦。我天，你在放屁！60块就可以舒压了呢。就你舒压了，我感觉我压力有点大了。嗨，大家好， Hi, 我是 Ricky， 我是妮娜。之前呢，我们做过几集抖音啊，还有淘宝的开箱影片，很多观众就好奇问我们说，到底要怎么样把从大陆买的东西运回来台湾？还有像是运费怎么算呢？运送时间要多久啊？有比较省钱吗？对，所以这一集呢，我们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集运流程，还有我们常使用的集运商，然后顺便开箱一下我们这次又买了什么好东西。10公斤呢，很大一箱，但是包得很好呢。最近几次我们从淘宝或抖音买东西，都是使用麦西蒙集运。是的，那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有提供开包的服务。拆包，对，拆包装，因为我们每一次呢都会买很多东西嘛，嗯，有可能会有10几20样东西，嗯，每一个品项呢它都有一个独立的包装，嗯，那一般的集运商呢他就会把你这些所有的品项呢都放在一起，然后给你打包，重量就会比较重，体积就会比较大。那麦西蒙呢他可以事先帮你把多余的包装拆掉，嗯，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减少包裹的寄费重量和体积，也会比较省运费。没错，大部分的专线呢都是以0.1公斤寄费，嗯，也就是说如果你买了10.2公斤的货，它不会给你进位到11公斤，它就是10.2公斤，这样来计费。对，那除此之外呢，麦西蒙还会提供你包裹内这个所有商品的图片，还有称重的图片，嗯，那这样你在出货之前呢就可以，一是检查你的货品是否齐全，二呢你也可以核对一下你的商品的重量是不是正确的，这样就可以避免后续产生的一些退货的问题，嗯，而且呢麦西蒙可以集运的货品也是非常多元，嗯，像是什么液体类的呀，化妆品啊，电子产品啊，一些食品药品啊，还有甚至一些大件的家具它都可以集运，但只不过它走的专线不一样，大家在集运的时候要选择一下适合的集运专线，这样子。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的运费价格都是含税价，嗯，你只需要缴费一次，它这个包裹就会寄送到你家门口。像我们之前有用过别的集运商，我们已经付了运费的价钱，嗯，然后这个货品到台湾要清关的时候呢 ，EasyWay 上面又弹出就是说，哦，你这个是需要再付多少关税，嗯，要么你就是线上付，要么就是快递公司送到你家门口的时候，你要额外再把这个几百到1000块左右的税费再付给这个快递的人，对，让他收走，所以等于是会有一种二次付费的感觉。嗯，那麦西蒙就不会，你只需要付一次费，这个东西呢就会送到你家了。哦，这是啥呀？我也不知道，我都忘了买的是什么了。我们一件一件的给大家开箱吧。好，我们第一样电动牙刷，6支刷头，2支酵素小牙膏，1个让你旅行用的盒子，它有5个模式，强中弱，然后还有牙龈有2个模式，嗯，所以就是便宜功能又多。那用麦西蒙集运的流程也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只需要用微信扫码右上角的那个 QR code 就可以直接进入麦西蒙的微信小程序，而且首单还可以享有9折的优惠呢。那没有微信的呢？那就要先下载一个微信哦。进入麦西蒙的微信小程序以后呢，绑定一下邮箱就可以获得仓库的收件地址，然后你在购买淘宝啊、抖音啊，或者是拼多多还是其他任何大陆的购物平台的时候，就可以把仓库给你的地址输入到收件资讯里面。那卖家发货以后呢，你就可以看到你的快递单号，这个时候你需要复制你的快递单号，再回到麦西蒙的微信小程序里面，在这个添加国内快递的栏位呢，添加你的快递单号，注意哦，是快递单号，不是订单编号，这样呢等仓库收到货的时候就会在微信上自动发给你包裹入库通知，点进去以后你还可以看到货物的入仓照片，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知道你购买了哪些商品已经到了仓库。等全部包裹到达仓库以后呢，你就可以勾选你想要集运的商品，然后提交订单，填好收货资讯以后呢，就可以选择是拆包还是不拆包，或者根据你所购买的物品的情况呢，选择是否需要易碎品保护啊，还是说需要抽真空。接下来呢就是选择快递的路线，比如你买的是一些普通货品呢，还是一些敏感货物啊，像是如果你有购买药品的，就只能选择空运 B 类敏感路线，如果有不明白的都可以咨询他们的真人客服。选好路线以后呢，仓库就会开始给你打包，打包完毕以后就会通过微信通知你，这时候你只需要进入这个代支付，就可以看到你全部所购买的物品，还有仓库帮你打包好称重的照片，这时候你就可以好好的检查一下，看你的商品是否齐全，或者是有什么瑕疵的情况，如果有的话都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客服。那如果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就可以进行运费的支付了。支付方式也有非常多种选择，可以使用淘宝支付，直接以台币进行结算，不管你所购买的商品价值多少，这个运费里面都是包含着税金的。那等仓库发货以后呢，你还可以随时回到这个微信小程序查看你的物流状况。像我们这次这一箱差不多5天就收到了，真的非常快，真的很多比虾皮还要快，真的是非常方便，所以麦西蒙集运推荐给大家，记得要扫描上方的 QR code， 首单还有9折优惠哦。好，那我们继续开箱吧。下一个我想开这个，
这到底是啥呀？这个叫弹弹棋，我看人家玩我都很想玩，虽然说它只有用一个纸箱包着，不要送到就坏了。这是啥呀？然后把它打开卡住就行了，这边也是一样，这样就可以了。看谁先把自己的棋从这个弹簧绳弹过去这个洞，然后送到对方家里面。我的黑棋送完，并且你的白棋在边没有半颗，我就赢了。就是你要都来我家，但你又不让我去你家。对对对对，看谁的准度跟速度最比较快这样。哎，有难度哎。还你。你不要总是跟我一起盘。还是你要画黑的，勇者跟黑白应该没有关系，跟神者没有关系，也没有，应该是你比较困。这个很适合这个在家里面无聊，或者是说出去露营干嘛，你就可以带着然后就有个平平的地方，两个人就可以在那打发时间啊。对对对对，只是不能在很多人的地方，什么搭火车啊、捷运那种，那太吵了。对对对，是。来下一样，这个手机支架，车用的啊，看一下这样的，这拿取也很方便，往下一放上一抽，往下一放，还算满意，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下样，这个，这是什么？口罩，口罩啊！它是抛弃式的吗？不是，它是可以水洗的。哦，可以水洗的哦。打开啊，里面有纸板把这个口罩给撑着，好几个吊牌、干燥剂，就像内裤一样。对，这块是鼻子哦，你漏口的地方哦，给你呼吸的地方。对，耳朵这边设计的，可以让你松紧。对。哦，这是防晒的哦。出门买菜，开车。开车也会有紫外线，女生，我有的女生她连开车都戴袖套呢，对吧？就是这么戴着口罩防紫外线，呼吸还可以，还可以，因为它这儿有洞，因为它很柔软，也很亲肤，没有刺刺的感觉，对，戴上倒是挺舒服的，而且它这种也是吸湿排汗的材质，如果你有汗，它也是排汗，应该是蛮快的，给过。下一个，这个塑胶的东西，还有这个棉的东西，因为我们家吹风机没有地方可以放，我们都放在密集的笼子上面，然后想说要有一个固定可以放它的地方，因为放笼子上有时候还是怕它摔下来摔坏。因为我们旧的吹风机，我就已经在密集的笼子旁边做了一个铁丝网，插在那里，看要挂在哪个位置，这样。很紧哦，再粘上去就撕不下来了，撕下来壁纸就破了。没关系，我会补。吹风机有加了，你看这个也能放哦，大的也可以，大的也能放，搞定。买了几个赞，叮叮，大家知道是干嘛的吗？这种 3M 的它就不好用，电就很容易掉出来。好，我们来换新的，哦，对，点赞。可以可以，因为它这个地方很紧，然后它没有让你拖出去的机会。这个是给 Nina 买的啊，也是放手机的。因为我们的床靠墙嘛，对，所以我那边没有床头柜，我没有地方放手机。对对对。现在目前是用一个小篮子在那边顶着，然后 Ricky 刚好看到了这个可以贴墙的手机架，放手机的。点赞。接下来棉梯四件，给我公公买的，79四件，一件合台币89块，在家穿了，居家穿。对对对对对。大小刚好。刚好 M 的就好，可以啊，可以，收起来，收起来。还有，哇，还有这个浴巾，这也是 Ricky 让我帮他找的。他比较古猫，我们有的动用他都说掉毛啊，还是什么就不喜欢。然后这个是我查了好多评价，大家都说品质不错的，大小是1.7×90。我这里面没有穿哦。好像那个缅甸的男人穿的那种裙子啊，没有穿，我开了。一二三，可以，这个很好哎，我再试用看看，感觉不错。你留三条，然后给爸爸一条。我留三条，你自己说的，之前你说你留三条。三条我可以擦很久，我可以擦到40岁。没有那么省吧？40岁我再换一批。那你没有买？我有，我买的不一样，我买的上面有小泰迪。有那个图案的，多可爱呀！它是那种有纱网的这种感觉的。对，我这个是1.6×80的，小一点。我的227算230吧。那也相对来说便宜，是，而且这个品质很好。而且图案好看。我觉得这个品质你在台湾买最少
350或400-500才买得到这个品质。对，反正要集运就是多买一些家里需要的东西。集运你就可以在那个上面找搜好一点的品牌，对对对，它的价格就真的不会太贵。对，你一定不要买最便宜的。对，同样的照片你一定要比价，还有就是看评价。 不要选最便宜的。最便宜的肯定是便宜没好货那种。再来这一批是 Ricky 的保养品。这自从我们过年前回保定那次开始用就是娇润泉的东西以后，就陆续用，就觉得还不错。 CP 值比较高的保养品，就是每天晚上洗完澡就会要保湿啊，然后再擦一点，我还擦一点那什么淡斑啊，淡斑的，然后补水的。 对， 对，每一次我们集运就会买一批囤着。对对对对，就算下来其实保养费一个月才几百块。就这么算的话，一个月真的才几百块。是非常划算。是好，这个是 Ricky 挑的。猜猜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给你买的这个铅笔盒，然后这个是放毛笔的，这毛笔比较长嘛，放毛笔的啊。这个是放铅笔或奇异笔这一类的，出门可以带，很实用，还可以当武器。我用一句台语说，就是我天，你在棒腿。这个是板凳，我们现在出去有时候都没有地方可以坐。这好像双节棍还是什么的，哇塞！哦，哎，哦，这样。制板凳，再动，制板凳，再动，制板凳，再动，再动还动啊？制板凳，好，好，我就可以坐了，这样。啊，可以动吗？可以动，可以动。还可以，就是去外面，比如说什么突然想看海啊，还是什么，从车上拿下来，拿个咖啡，你就可以在外面这样坐着。我觉得这种更适合那种海演唱会门票啊，还是什么那种比较小，比较好携带。我坐一下小的，坐一下大，大的肯定比较舒服。小的确实比较小，适合屁股小的。女生还有小朋友可以用小的，对，小朋友可以用小的，男生得用大的。反正这种东西你本来就不会久坐，你可能就是突然走路在 Seven 旁边脚酸了。拿个板凳出来，然后 Seven 点杯咖啡，然后就坐在路边就可以聊天了。然后聊完之后，板凳就可以这样拿走了。你看，这样一拉，这边一拉，就可以这样旋转，就可以收到这个铅笔盒里面了。还可以当防身武器，因为这个很硬嘛。如果有人攻击你，你就可以武器啊。还可以在没有带乒乓球拍的时候拿它当乒乓球拍。这个有点困难，就是人家不会知道这个就是板凳。这个是一个小童军椅的感觉。对，是。这是啥呀？这是一个益智游戏。我都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我不好意思说。Pop Park 感觉很好玩，我没有玩过。它就是一个什么小烂东西啊？什么什么小烂东西？没有被供呢？好像可以，这样它有磁铁的。然后它还可以把它弄得很高还是怎么样。我不买一些很吵的东西啊。妈妈，据悉网友投稿，他被国外的这个 Pop 解压玩具种草了，两颗磁力珠就可以做成高难度动作，不仅深度解压，还可以锻炼你的反应能力。太问问你，但不要去喜欢。推往前推，对对对，就它会有点不受控制，但是你要玩出一个规律。就是我看着它好像是最近一个小朋友圈还是某一圈很流行的舒压玩具，舒压小朋友圈的东西你也看。我真是无语了。它有一点要抑制的，这要看你的智慧有没有聪慧到了。如果你不聪慧，你就会觉得这是个垃圾，所以你不能觉得它是个垃圾，代表你是个聪明的人，你知道吗？13.8，60块就可以舒压了呢，就是这样推。就是你舒压了，我感觉我压力有点大了，有点吵，冰冰冰冰的。啊，越玩越流畅。这个不要在什么公车上啊，还是什么？你买的东西都不能在公车上，捷运上。对，不能在公车、捷运上，会被白眼。对啊，这好吵啊！所以你舒压的时候就自己关在房间，自己关在房间舒压。来这个。放牙刷的牙刷架，电动牙刷架。因为没有电动牙刷架，所以我们都只能把电动牙刷横躺在这个台子上，因为怕这样放会碰倒它，对，怕摔坏，所以我们都倒着放。刚好有这个，我们就可以把它立在墙面上。再来是狗子们的，两个一样吗？两个一模一样，嘿嘿，这个是狗狗在车上坐的安全座椅。我先放一个在后面，咱们用一个来讲解。这个小的绳是狗狗的，这两边你看有扣子吗？把它扣进去，然后挂在那个椅背上。对对对对，挂在椅背上，狗狗就是这样趴。哎，对，趴下。哎呦。自然而然的，它就有一个包覆的感觉。说，尤其是对于喜欢晕车的这个狗狗。
这种是特别好的，在车上它有一个包覆感，然后它还可以这样拎着直接背，对，下车的时候可以这样，把它拎着，对，但仅限于小型犬啊，像 double 这种十公斤的就不行了啊，咪咪五公斤还可以。这叫验货种，验货，对，验货，人家有说这是耐抓的，你看，对它这个材质很好，对，等下再给这个一个特写，质量很好，很坚挺，这个棉用的够厚，对对对对对对。哎哎，说什么悄悄话？两个验货的也看起来，看起来蛮满意的哈。